早晨咧，我系英超球迷掌门人 Keyman 啊。古语有云咧，得中场啊得天下咧。旺角作为香港中心点，乃系万如必争之地啊。但系众所周知啦 ，MK 仔立足此地已久啦，要占领旺角，谈何容易啦吓？冇咩错，一场龙争虎斗啦，立即开波。嗱，红衫牛记左攻右嘅咧就系万如啦吓。招扭屈机，超高清变身。有工作啦，唔着衫纹晒身嘅，大家知咩事啦？绝招细米盒子，哇！底清到起晒格咁啊！咩啊？我睇开有格仔啫，有格你都睇。结果鳗鱼轻轻松松占领旺角成功。其他球迷亦都为咗争夺主场而战嘅。下回待續啦。